咱一开始也没说跟他换呢，他自己就要换，他这属于是这是强行要跟我换，那能行吗？要给我指个正确的方向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打刀妹儿不完蛋了？不一定啊，不一定完蛋，我只能这么跟你说，不一定。全军出击！班德尔炮手看到了什么？报告长官，只有胜利。你让不为所动变得简单了。你觉得你能比我射得更准吗？有时会在数量上被压制，但从未在……我想想一级学什么。一级直接学跳脸，跳到他的脸上，跟他硬干。等等，学个艺吧，要不。饿死他，我拉的小炮拿到一血，不是错了啊，哥儿比。想看夜火吗？走啦，回家啦。起飞喽！二级学个坐屁股，没出药，这波可能会有点难办啊！你说刀锋，我直接骑他脸，有机会没？螳螂赶开一波吧，我其实有点虚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刀锋打我，这不跟打儿子一样吗？我们别站小兵旁边啊！不易吧？起飞喽！又起飞喽！伤害好高啊！再见。我直接来个攻速海怎么样？我觉得行。命令更像是指导，真的。下波直接往上脸上穿啊！直接往他脸上穿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我就直接就做脸，啥也别说了。哎呀，补刀无所谓了，波比不差这点补刀。啊，这波比。他5层，5层被动，那能行吗？
不行，兵有点多啊，怂一波，怂一波，怂一波，不行，实在不行，六级跟他干吧。起飞喽！起飞喽！起飞喽！哎，我纳了个闷儿了，你说这波比缺蓝吗？也不缺蓝，为啥点气定神闲呢？我三重跳跃才掉这么点蓝。这两层塔皮走了，起飞喽！会对小兵和野怪造成20点额外物理伤害，这有个屁用，还不如买这个了呢，买个十字镐好了。如果打不中人，那就伤不到人。我应该是点的血统吧，点的血统还行啊。好意，拜拜。那刀锋是疯了是吧？我这不无敌了吗？我现在逮谁欺谁脸。我觉得我塔下都能直接秒的，他死了。三二起飞喽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 ,A 了好几下塔，我操了，妈的啊，没人波浪剑呐，哎呀气死了。点了好几下塔，哎呀，脑淤血了，这是。黑塔了，这多少钱呢？700，还行吧。我现在怎么感觉打不过他了呢？这怎么办？这个事情很严峻呢。我感觉有点打不过他了，真的。我还是对这波比的伤害不够自信。
谢谢小鸟虚银俩飞机，感谢小鸟虚银啊。起飞喽！咻咻，好看吗？下路，下路好看不？多看一会儿啊！跟我打，你还看别的路？给你喊的。我给你拆过了。不管了，海妖。蓝切吗？蓝切无尽，海妖蓝切配无尽，往下飞一波。命令更像是指导，真的。他俩关一块儿。不用去了，走，跳一波卡牌的脸。卡牌在哪儿？我来了，咻！红牌大师，他们家打野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蓝枪，怎么没见过这人呢？走喽！能不能给个红，我的好大哥？往这里边走啊！哎呀，我就知道得来事儿了。起飞喽！对不起，控子，哎呀，讨厌的控子，早知道杀后边卡牌了，烦死了。还是脆呀，这玻璃无法解决脆皮的问题。螳螂应该是够呛，这刀锋怎么的还无敌了是吧？下了一趟还能杀四个呢，我都没想到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，快我去那里吧。这曙光女神确实太烦人了，这控制可恶心了。在哪儿行动？跟我来，操的。曙光女神是吧？就你叫曙光女神呐？你给我死来！起飞喽！起飞喽！漂亮！我怕他干嘛呢？卡杀的破装备，我应该再骑他脸呢，来波脆波扣。害怕了啊，蓝脸汉，不应该害怕，他算个屁呀他！把下路二塔拆了，你走，别着急啊，在这等一下，看看有没有。哎呦我操，乱，他都能越塔杀人了，开始啊，起飞了，他起飞了，再见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，
打条小龙吧。他看起来真酷。这得要春哥呀，无尽出完再来个春哥吧，省着脆。刀锋不治是不行了，是吧？这刀锋无敌了，是不是刀锋？哎呦，我这都暗示大包包了吗？卡牌不值钱，咱们呢？这个直接飞，等他把那牌用了的啊，起飞了，等死吧你！干哈呢？我没想到这个刀锋居然是他们家战绩最好的人，没想到啊。别烧了，拉倒吧，走吧，别烧了啊！你要烧，我肯定是不跟你一块烧，你自己烧吧。啊，你自己烧。再见，你自己烧吧。哈哈哈，出来四五个，我操！你放什么问号？那没办法呀，那旁边那老些人，我也没法上啊。我也不能跳人脸。我只能跳一个人的脸，还行。再见！我得 A 你一下，你给我去脸去！给我杀刀锋！小妹妹还无敌了呢，剩几个人？卡牌应该是没有精神是吧？说为什么抽？他再敢从我屏幕之中出来一下，他就马上死。你别给他离放这么远呢！哎，算了，拿闪现杀的不合适，这卡牌不值钱。起飞喽！起飞喽！啊！回头减速啊！教练，先来一个。暴击吧，我觉得我来饮血剑可以。我们出个饮血剑，加上一个春哥。火炮吗？火炮也行，这攻速可太快了。卡牌用闪现杀真不合适。390、370，点不到。别去了，死了一会儿，一个人往人基地里边冲，你不死我吃死。那也不知道冲啥，你这不是闷送吗？
我都不往他家基地里边冲了。刀锋有点狂啊！哎呦我，刀锋有点狂啊！太狂了，这刀锋！我点他，刀锋咋这么猛呀？指他，别指我，跟我没关系。哎呦我，曙光女神，我起飞了，我起飞了！我起飞了！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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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起飞了！点点，哎呀我，这英雄该学。上单小炮胜利，什么上单小炮？上单波比。